just wanna know Baby, where you gonna go 我被世界太多的我舍不得放手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高尔宣的那个老公是谁你们知道吗他老公高尔夫啊高尔夫那高尔宣借那个借那个贷款会怎样你知道吗变高额贷款陈星月这个厉害，跟高尔宣一起合唱，对不对？哎，合唱一首歌。Without You 是你们一起合唱的、啊。他有他自己唱跟我们唱，你是跟他一起表演就对了啦。嗯，对对。但是他的成绩让我很羡慕，他第一首单曲就是哎点阅率2000万，两千万，你得多少？46万。爱情46万，爱情有你。但先不要很高吧，46万，先不要 OK 了，对，先不要很高。加油加油加油！然后你这个新专辑叫做 Am I Who I Am。在这里，专辑是指十首歌哎，哦，有14首，哇，超过10首，因为其实吹到14首，对，从前年的那个烟幕到现在出的单曲，一直全部都收集在一起，让人羡慕。那个豆豆，你看才一首，啊，你才一首，我是现在，我都五首，哇，我们加油，那我们继续加油，不重要，夏目那个也是单曲而已嘛。那是单曲，有没有看到人家不止专辑是4首，天哪，哇，为什么会做这么特别的一个安排呢？哦，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安排，我们只是在我们公司是淘山音乐，十四个单曲哎，对对对，因为从去年就开始就出了连续出了几首歌单曲，然后慢慢的在找我的声音的方向，其实，所以其实这张专辑其实就是在问说，那我到底是谁？其实它整个就是集结了我去年然后一直寻找自己的声音的，所以叫做 Am I Who Am Who I Am 在找自己 ，Am I Who I Am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怎么有人会不知道自己是谁？对呀，成龙不知道，成龙不知道，对呀，好久也不知道啊，找自己，对，还是有蛮多人不知道。那个警察临检下来，有没有一出来？然后那个哇，喝了酒还那么凶，跟那个警察，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哎呦，那个警察吓坏了，赶快去跟他学长，怎么办？遇到这种那个人好可怜，他不知道他爸爸是谁。他是要嚣张啊，嚣张，那个就是富二代的通病啊，富二代都会失去记忆嘛。对，我谁？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你知道我妈是谁吗？啊，你爸你妈是谁？你自己不对啊，有没有看到？所以就这种状态，人要找寻到真正的自我，从自我里面慢慢去衍生出来，你就自然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成就。我现在给你30秒时间。好，你到底是谁？Yes， 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陈星月，然后这是我的新专辑《Am I Who I Am》。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爱唱歌的女生，但是我也同时是一个像一个邻家小女孩，我个性就是很 nice、很 sweet， 但我声音非常非常的有个性。然后我想说有没有机会，可不可以就是清唱一小段《烟幕》给你们听呢？还好。人家都已经。那谁要跟你一起合作表演？好，今天要跟我一起合作表演的是厉害的吗？是我的师兄。哎呦，高尔厉害的师兄叫高尔轩，吓乐。哎，高尔轩这个现在已经变成巨星啊，巨星啊，国际巨星，有他的场子，全部大家都疯掉。对对，真的吗？真的是他吗？饶舌的啊，饶舌很是饶舌很酷，长得就是高尔轩啦。啊，是。哎，高尔轩平常不上节目的，哎，好像还没看过他。而且就要唱《Without You》是吧？是，没错。哇塞！唱《Without You》。其实夜了点，这我都清楚，但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后悔各种。
为你外貌安慰意味，寂寞变成放两边，乍看我就像抢劫。Got that I got that do that， 掉进去 no fun the hell， 救救我 I call my fan， 说苦说了好几遍，他们叫我振作点 ，I don't mean but I fucking care， 让我删了 Instagram， 原本 I don't wanna see， 想到你曾经 promise， 我干掉一只 Hennessy， I just wanna know。我们世界太多的我舍不得放手，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我不要我的 fans， 不要爱情的 followers， cause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inside， soYeah. 没想到这一首歌啊，它一唱，竟然现场弥漫了一种香味，哎，对，一种螃蟹的，对，为什么会这样？好，所以我们下一集有录制。喂喂，刚刚好香，我跟我这就是我们在聊了，有没有？录影前在聊。嗯，这个高伟轩他这个歌啊 ，Without You， 他其实他内容就是那么简单，贴近年轻，平易近人，生活化，对，他简单单纯到什么？你知道，单纯到好像在写一篇自己的小日记。是，对，是不是生活化，生活化不一样。然后在里面，好像我就装了排气管，然后改很吵的排气管或什么，这是一件事，这是他全部的世界。对，我们要去懂年轻人就这样，对，好不好？了解，所以这个很重要。有人失望吗？不会失望，太变太大了，变太大了，狂变狂变，认真洗啊，很认真哎，哎呦，哎呦，是一道干是不是？回去很难洗，我特别为了高尔轩准备了好多东西，是是是，还有高尔轩的那个老公是谁？你们知道吗？嗯，他老公高尔夫啊，高尔夫，那高尔轩借那个。借那个贷款会怎样，你知道吗？哎，变高额贷款。高额贷款，一个家族的。对，高额宣看感冒。我想哪里最像，你知道吗？那像到已经让我大概，我认为差不多有九分像。哎呦，哪里？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这一个名字。哦，多了一个手，对，多了一个手，再加上高额宣，高额都有。耶，唱也不唱好一点，那后面难都英文呢，都英文不容易，不容易。我为了心悦狂练呢。是是是，有，感觉他很用力。我们没有办法记住他的名字啊，怎么办？不会，因为我的高额宣怎么办？因为我不会。不要抢过他嘛，也要让网贝多亮亮的突出啊，亮亮的突出，岁月，岁月就是这样，你看哪里亮？那个其实孙生出道没有很久，对不对？现在已经可以带人了，孙哥，哎呀，对呀。升哥了，这个就是提升了嘛，是不是？不敢啊！哦，那我们看很多新人进到这个行业，然后如果哇，真的如过江之鲫，对。但是呢，能够存活下来，凤毛麟角，对，是。反正存活下来都是一些烂货。对。首先不要，手不要比，手不要比，持之以恒啊！对，持之以恒，先不要比，先不要，我跳跳，是是，先不要比。那你跟他合作过程，你来讲讲他的优点。哎，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声好赞啊，就是好赞啊，不要硬讲，有比好赞更好的形容词吗？好棒棒，很亲切，没有距离感啊，很重要，因为有时候艺人跟这个粉丝之间没有距离感是很加分的。谁的声音会有距离感？是是是，特别大声，可能特别远，站远一点。面授机宜，对吗？难得有机会相处在一起，他怎么样在艺能界走红？每一个人都有他两把刷子嘛。提点一下，你看以轩、拉拉。对，他们这个，他们不止两把，好几把，好几把，太多把。哎，我觉得还是要这个自然而然啊，的展现自己。有时候太强求反而不好，就是自然而然。对，自然而然。习惯两顺其自然了，你。就自然而然形成两种语言。对，慢慢的会找到你的路。有时候不要迷惘了。哎，他是认真在给建议，对吧？孙生少看到孙生理的时候，听的人很别扭。像你自己这么迷惘，你怎么不要迷惘？迷惘美，你要慢慢找自己嘛。你自己都找不到你的方向了，你还教别人？慢慢倒倒来啊，就是感觉就到了。好，豆豆来了，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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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啦。昨天我看那个 MTV 台，刚好看到邓紫棋在现场，对，
几句话有时候改变一个人。是他后来有一年在台湾啊上节目，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放开来唱啊，那他永远憋憋的，有没有那个很可爱在学金鱼啊这样？我说对，他会学。我说你的歌声就是不一样。然后他从小弹钢琴，是，所以他音乐底子很好，音乐底子很好。我说你要让你的声音跟你的键盘一样流畅出来，哇，一句话造就了一个天空，打通他的任督二脉。原来是这样子，你看我的话是很重要，对，太重要了。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应该怎么样呢？没有，完全没有。节目大学生弄榴莲记得我是宪哥，对啊对啊，黑啦黑啦，好加油，好谢谢他们两位，哎，请回头。